小伙伴们，快看呀，蛋仔岛上有很多的草丛。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说，蛋仔派对的草丛什么用也没有，全部都是装饰品。伙伴，错，大错特错。什么？我的妈呀！伙伴们，这些草丛里竟然有一个草丛里面藏着一个非常恐怖的怪物。伙伴们，难道你们不好奇草丛里隐藏的恐怖怪物是谁吗？小伙伴们，快看，我是小白蛋呀。众所周知，在喷泉的旁边有数不清的草丛，在乐园的左边也有三个草丛，快看呀，在剧场的门口也有三个草丛。咋的啦？众所周知，如果我们蛋仔走到草丛里，别的蛋仔就再也看不到我们了。有小伙伴告诉我说，蛋仔派对的草丛是我们捉迷藏用的。伙伴，错，大错特错。什么？我的妈呀，草丛里竟然藏着一个怪物呀。伙伴，草丛里隐藏的怪物就是，伙伴，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？打开商城。伙伴，我发现，注意看，我点了一下灰太狼的介绍。伙伴们，快看，在灰太狼的右边有两个草丛，对吧？而草丛后面竟然出现了一个人，竟然是手拿炸弹的喜羊羊。所以啊，伙伴们，草丛里隐藏的怪物就是那个拿着炸弹的喜羊羊。那么，伙伴们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知道喜羊羊藏在蛋仔岛中哪个草丛里吗？